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强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劳动路农贸市场。农贸市场，电车呢，用那个发电机发电的话，影响住宿休息。我们在这边找了个市场啊，在这边来充电。对对对，我们的电车就停在这个大姐这里，给她说充5-6个小时，然后大姐说没有问题。人特别好。对对。今天呢是这样安排的，跟着二强兄弟我们去尝一尝这咱们开封的特色，好吃的啊。现在这个点也饿了啊，我们俩其实也不知道去哪边吃，咱这个搭个出租车吧，是不是？让鼓楼吧，我看那个鼓楼那边人挺多的。哎，还是让这个出租车师傅推荐吧。行行行，中不中？可以，走走走。今天这个开封的天气是多云。6-12度。你这个师傅说带着俺俩去吃这个羊肠肠，找个这个老店是吧？那反正是俺本地人只去那吃，一般人去那吃，连个招牌都没啊。那中，一般招不着了。那现在这个到地方了啊，是在鼓楼区内环中路这里，看到这边摆了几张桌子啊，人特别多。走吧，啊。排队。慢弄了哈。两份羊肠肠，然后弄个腰子，大冰。是啊。我这个腰子在哪吃啊？好。啊，两碗起司，肉多。那啥盐啊？他这当中没加盐是吗？没有，纯原味的汤。哦，中，别加多了，加多了咸了又不管吃了。最有名的。这叫羊肠肠是吗？羊肠肠是吃了哪两肠？羊肠肠？对，一二百年的历史了。有一个。一二百年的历史了。真好吃。啊。俺每次来必须吃的都是这饭。啊。必须的都是。呀，这会儿都12点多了，还排队了。跑了再远也得来吃。啊。可是西安回的。大叔，咱问一下，这店开多少年了？这个店儿，我估计得要20多年了。开了20多年了。跟这个地方20多年了。我能给这吃多长年？从小吃到大。长得真大了。啊。不能说从小吃到大，从小那是在别的地方。啊。他挪到这都挪20多年了。哦，就是说挪到这个地方开了20多年了。嗯。哦。每次来开封是必吃的一道饭。啊。必须吃的。必须。每次来都得喝一次这个羊肠肠。啊、中。弄了不能。那草焖馆。草焖馆。对。啊。非常好，天天喝也喝不烦。喝不够。开封，因为我是从小在开封长大的啊。开封最有名的小笼包子啊，第二就是童子鸡。童子鸡啊。对，第三是鲤鱼背面。鲤鱼背面。鲤鱼背面。还有猪头了没？黄河鲤鱼背面啊。然后再朝底下就是其他的了啊，什么黄焖鱼啊，什么鸡血汤啊，什么烧饼，小吃类的，什么羊肠肠啊。哎，这都属于。那咱哪味儿这个小笼包好吃有名啊？第一楼，开封第一楼。开封第一楼。啊，鼓楼那个是吧？对。哦。应该是20块钱一笼不？二十不中。啊？啥时候？现在？啊，现在多少钱一笼？20块钱恐怕就吃不着了。啊。这一段我也没去，好几年没去了。嗯。那个地方没法停车。啊。所以说我也没去过。中。我炒凉粉儿。啊。开封的非常好吃，炒凉粉，最好吃的都是炒红肉泥儿，啊，最好吃的都是炒红肉泥儿，一定得尝尝，得尝尝，是一绝。来开封第2回了，我都没尝过特色。你可以把
晚上的小吃你去吃。装装装。留下一个这个，我可能说的不太对。这说了出来个城市，你又开始建房了。开封旅游，开封是个古城啊。啊。开封旅游有很多都是真实的原汁原味的古建筑，就像有很多城市那个翻新的、改造的或者是仿造的啊，开封几乎没有啊。典型的最早的，按照我现在的查的啊，最早的玉皇台有个宝塔啊，有个宝塔，宝塔对啊，它和现在的建造的年限是1060年哟。1060年了，原汁原味啊。铁塔仅次于它，比它晚60年。铁塔是1990年啊。您可以上铁塔，铁塔不是你去了还没去了吧？啊，嗯，再朝后，相国寺啊，相国寺。日晨倒拔垂杨柳，是是。西湖那个相国寺，大相国寺。嗯，还有从相国寺再往西，大概有400米，有一个延庆观。啊，延庆观就是原来咱看那个电影比较火红的那个叫啥来，什么全真道人那个叫啥电影？嗯，啊，我也想不起来。道人就那个电影，丘处机。啊，丘处机。丘处机那个电影，跟哪拍的？不是跟哪拍的，就是那个年代的。啊，讲了那个年代的故事是吧？年代的那个塔。啊。你看多少年了？是。嗯，六桥现在已经挖出了3层。当年杨志卖刀的那个桥，啊，地下的第3层，嗯，现在也挖出来了，正在挖，已经挖出来了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刚刚听那个大叔讲了很多这个开封的历史，关于这个小吃哈，嗯，小吃说了哪个包子啦、这啦那啦，我都记住了，嗯，啊，还有这个开封的这个历史啊，这个历史古迹啥了，是是是，受益匪浅。啥也别说了，灌汤包得尝尝，中中吗？买不中啊，哈哈，中啊。好了朋友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个羊双肠咱也吃了，真不孬啊，欢迎大家来开封品尝啊，咱们下期见。